對翠香方琪甲方盛世提文書。我喺今日比賽嘅主席，嚟自正方嘅張如安同學，坐我隔離嘅係鄭善賢。而家讓我介紹雙方嘅辯員，正方盛世提文書員，主辯魏玉雲。第一副辯董思婷。第二副辯王小榮。范方崇真书院主编梁天，第一副辩李翔，第二副辩杨翔天，第二副辩钟嘉欣。我哋好高兴有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即系分别系前中文大学辩论队队员。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寶欣老師，同埋好啦，體育隊中學粵語辯論隊負責老師莫權敬老師。本場比賽分主辯、方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同埋協辯共六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方辯則為本方2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本方3分鐘。故事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叮一響提示，最終則有叮兩響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於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唔計時完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員即場作出裁決。
從而帶動成個音樂產業的發展。相比之下，專業評審是其中中的少數。如果獎項由專業評審選出，評選標準則可能過於狹窄，無法反映市場需求和大眾喜好。咁樣得出嚟的結果就可能與實際情況唔相似。格萊美獎係由業內人士，亦都即係國家錄音藝術科學學院的成員投票決定，但更令多方對格萊美獎的爭議性紛紛出現。在第63屆格萊的頒獎典禮之後，零提名的歌手 The Weeknd 因為獎項零提名感到不滿，在社交平台發聲至格萊美腐敗，而在那一年的 The Weeknd 的專輯銷量達到180萬。另外，獲得了4個提名的 Justin Bieber 表示格萊美主辦方將自己的專輯分錯類別，令他感到疑惑。由上可見，專業評審的頒獎令頒獎結果產生爭議。第二，提升公眾參與度的必要性。通專業評審真的公平公正嗎？只有專業評審頒發出的獎項反而會降低獎項的認受性，令獎項無法代表流行音樂。頒獎禮本身就是面向觀眾的大眾的大活動，如果失去了人數基礎這個基本支持，頒獎禮就會失去原有的意義。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至2022大會將委託獨立機構進行民意調查，鼓勵市民透過互聯網投選之外，邀請各界專業音樂人投票，並由核數師核選賽果。整個選舉過程令人公開、公平、公正。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至2022獲得業界及各界機構全力支持，包括香港作曲家合作自家協會、國際唱片業協會等等，係咁專業嘅評審。喺咁專業嘅評審機制下，我哋反觀得獎者嚟嚟去去都係真比得同期，近排大型嘅 Mila 唔曬，所以可見評審團完全反映到大眾嘅品味，亦都無法保證透明度。只有大眾票選可以保證頒獎禮嘅認受性。最後想問友方，頒獎禮選出嘅得獎歌曲需唔需要係市民大眾喜愛嘅歌曲咧？多謝大家。推介歌，年度推介演员。
解我就唔需要被阻止咧？需要被合约咩？第二，保障专业性，促进行业发展。正如我方上述所言，颁奖礼嘅原意在于表扬好音乐，专业评审正正能以客观持平嘅角度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评价。例如台湾金曲奖颁奖礼采用评审制，得奖结果由评审团互相讨论产生，并由专业角度，例如旋律、歌词、编曲角度评价，通过颁奖礼嘅认受性。又例如美国格莱美奖邀请咗超过150位来自不同音乐范畴嘅专业评审，例如指挥家、词曲作者、戏外演员及艺术总监等，以各自领域进行投票，从而提升颁奖礼嘅专业性。颁奖礼好更注重音乐作品嘅质素，歌手亦会有更大有一台创作好音乐，提升唱功、作词、作曲技巧，而唔系再系只系满足自己。自己嘅粉丝可能有同学以颁奖礼嚟应验专业性嘅审美考虑咧。总归而言，由评专业评审选出大多数嘅数奖项，被公众投票今日发展颁奖礼嘅目的，公平嘅专业性加去财务性考虑嘅一个落后。到月初公布，月方先至有派出一位。
重嗰班聽眾咯。嚇！我哋冇話唔尊重聽眾，我哋有俾佢投嘅，只係以評專業評判為主啫嘛。啱先有幫自己都答過咯，應該係由專業評判為主㗎。雖然成日幫都發揮唔到，公眾投票根本係冇顧及到小眾嘅幫手。而相反，如果我哋俾專業嘅評審咧，佢投出獎項，無論係主流定係非主流，小眾定係大眾，一樣都有機會獲獎，做到百花齊放。點解咁樣唔係對於樂壇發展得更好咧？Thank you.
心決志，即係友方同想見到嘅原因咧。最後想問翻友方同學咧，同唔同意咧？頒獎典禮係認可歌手嘅人氣定係創作音樂嘅作品質素咧？多謝各位。跟住係友方第二副辯，你有三分。主席，評判有關同學處理各位大家好。今日有關同學同意主方嘅辯題，其實有三個條件。第一，有關假設專業嘅評審評出嚟嘅音樂一定係好有質素，而公眾投票一定就冇質素。加上同埋有方覺得咧，人氣同埋實力係唔可以並存嘅。有方今日都識講 ，Mira 嘅爭議好大，但係有方知唔知？所以問翻咗方，聽
間藝術成就工作點解會用到古天之成嘅普通歌迷身上？佢哋係咪真係專業呢？你讀見苦為止，我哋放入以下三個前提嘅分析範疇。第一，歌手兼衡量樂壇翻到典禮鼓勵，其中最重要嘅前提就係歌手。因此，我方決定開始論證，唔少業界人士都表示反對，被同公開公眾投票，只不過充其量反映歌手嘅個人意見而唔係任何成就。近日部分翻到典禮由歌手反對而取消公眾投票環節，有方同方冇回應到。問翻有方，若然公眾投票係你哋講得夠好，點解要有辯論嘅時候由歌手反對呢？第二，歌迷今日有方落得好理想，覺得有公眾投票，翻到典禮就會更有現實性、認受性。但是啱啱相反嘅方講話，粉絲多等於歌好，都係因為講到的確我方唔夠勁，粉絲可以客觀咁投票。但係作為歌迷，公眾投票只不過係對人對歌，歌迷投票俾歌手，可以因為靚仔靚女、拍電影、服體，甚至後期收。究竟有方同唔同步入公眾投票選出嘅樂壇獎項，係真係加佢嘅真正優秀定我錯咗咧？相反，有專業評判選擇嘅獎項可以避免用主觀感受，好似啱啱講，可以由客觀地由歌曲、歌詞、市場趨勢、藝術性等唔同角度嚟評價。點解唔係俾公眾？你我唔係由自己個人角度、無語者角度更加好咧？第三，樂壇整體發展，我方都證明咗公開投票對人士高嘅粉佢哋係高粉絲多嘅歌手有力清源，舊年成74人一票，呢個都仲同二三分之一嘅獎項有方反對唔到，但係再講喂，樂壇。大齊歌，若然獎項俾個別歌手，只會不利長遠嘅發展。每個歌希望陳歌手都重要，獎競變成歌詞講，得我最喜愛獎項出現同你講面，最後甚至歌手本人出聲考慮放棄競爭嘅機會，先令到其他歌手問佢嘅。因此，我方全場多次解釋，若然由專業評判選擇獎項，較少數歌手同樣有機會獲獎。舉個例子，做客買 Nico Air 作為非主流音樂。香港人嘅管理，若然只有公眾投票，十年八年都唔會攞到獎。但係專業評判主導下，無論主流、非主流、大眾、小眾，只係好音樂都一樣可以獲獎。最後想問有方同學，重唔重要公眾投票定小眾？歌手嚟聽有方同學覺得部分歌手連攞獎都冇問題咧？多謝各位。好，再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的時間。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言有議員未曾發言的話，可以即時提出。屬實的話，該議員所屬的一方會被每位後扣除評分。請問雙方？如果沒有的話，自由辯論環節開始，請甲方派出一位議員首先發言。咁今日有方同學頒獎典禮受到問題。咁我想問下，有方承唔承認專業評審更加專業咧？有冇睇翻我哋先？你哋承唔承認頒獎典禮嘅受評單？承認啊！但係有方以我啱啱講咗，呢輪雖然大家發，所以大眾都係公義嘅。但係我啱啱主辯已經講咗。而家呢個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以為足足攞咗九個獎，係淨係三分之一個。我想問，如果呢大就睇呢個節睇翻嘅第一日係大眾，咁投出大眾中意嘅獎有咩問題？其實我哋見到嘅係咧，佢哋唔係因為嗰首歌好聽，係因為佢單純想支持呢位，覺得佢哋好靚、咪快、好睇先至投啊，所以根本就唔同呢個頒獎典禮嘅意義咯。但係呢份票係票樣都係因為中意聽佢啲歌，所以先投嘅，都係從音樂角度。好啦，方同學冇講到佢哋因為靚仔先投佢哋同學當一個角度，但有方同學自己論證唔到，佢就係因為佢哋靚仔先投俾佢嘅，唔係因為靚仔投俾佢。咁有方同學係咪今日覺得我最喜愛男歌手呢個用專業嘅評審去評佢？唔係啊，但係咧，如果有方一直同我哋執著呢個男歌最喜愛男歌手，咁我咪俾你用大眾咯。但係咧，現時頒獎典禮係所有嘅大部分獎項都係我最喜愛男歌手咯，唔係啊嘛。我哋見到誒青菜啊、金曲啊，全部都係一個最喜愛男歌手同最喜愛女歌手。就算我俾你用咗大眾為主，咁我哋嘅頒獎典禮成個一樣都係由專業評審為主喎。咁係有可能嘅，咪所有嘢都要係專業評審為主咧。嗱，你頭先成日講都見到比賽嘅電影係好專業嘅，但我想問啦，喺今年大型公眾辯論比賽上，譬如其他嗰啲節目啦，咁佢評判標準咪就係睇嗰啲電影有冇說服到在場所有嘅觀眾咯？咁你如果用專業評審嘅角度去評判電影，其實係冇俾人說服更加有公信力咯。冇錯，評判
有標準，調控認同你，評判有標準，專業啊評審都有標準，但係今日我唔係個標準，你成日中意嗰首歌，中意嗰個人就投票俾佢啊嘛，完全唔尊重你。咁你覺得以前嗰啲以前嘅聽眾中意吳亦芳，佢都冇標準？專業評審可以操控佢哋個人喜好噶嘛，但係公眾都有佢自己個人操，個人一操公眾根本都冇標準，佢點樣可以？咁又我點樣講咧？公眾佢投票嘅話，就係有一個公平、公平、公開嘅頒獎禮啊！有冇可能而家覺得評判咁樣公平、公正、公正咁樣頒獎禮？咁有冇可能覺得大咁靚仔都有啲靚女靚仔都評審係咪都可以都唔可以睇佢靚唔靚啊？係因為佢專業評審啊，佢睇呢啲咪唔係專業評審。我哋而家咧台下嘅評論評判咧，佢都唔會因為我哋生得靚唔靚，就生得好唔好睇去投俾我哋噶嘛。呢、這個咪叫做專業評判啦。同埋咧，就幫我話咩大眾意見，但係咧自己哋係自己嘅人咧。C O Star 咧，佢咧佢個樓下樓的人咧攞咗四枚冠軍評判咧，佢都表明咧其實係配合咗社會現況噶。所以可見咧，其實以前咧就算係專業評判咧，都唔會忽略呢個社會大眾嘅意見嘅。佢咪有方點樣保證專業評審嘅專業性啊？因為香港人嘅咧，專業評審就係有呢、這個有呢個專業音樂學院畢業啦，佢哋有大學學位啦，而且佢哋係有牌嘅，而且佢哋有多年嘅經驗，咁點解唔係專業評審啊？想問咧，專呢啲咁專業喺大學專音樂專業畢業嘅，佢咪唔可以係樂迷？唔係啊，佢可以係樂係樂迷啊，但係現時我哋見到係唔係每一個樂迷，唔係每一個大眾都係有呢啲資格啊嘛。咁樂迷係有多樣性嘅，你話咧，樂迷可以係粉絲，可以專業嘅人，但係專業嘅人可唔可以係粉絲啊？可以啊，有咩問題？係咯，咁咪係咯，咁粉絲佢睇都係會用自己嘅主觀嚟投佢自己中意歌手。你都識講真，台灣金曲獎，金曲獎唯一嘅評審標準係冇標準啊！唔係，有方同學你誤會咗我方嘅論點咯。我方講嘅專業評判咧都可以係樂迷，其實並唔影響佢哋做專業評判，因為佢哋做專業評判嘅時候咧係會放低自己嘅主觀，而係一個客觀嘅數據去評判嗰首歌啊嘛。你點樣保證啲評判會用主觀嘅角度去評審？咁你點樣保證嗰啲大眾去評判係唔會攞佢哋嘅主觀意見，係單純係真係覺得首歌好聽啊？有方論證俾我哋聽啦。有方都識講啦，專業評審同埋大眾都可以有主觀意見嗰陣時，因為音樂呢個評價本身就一定會帶有呢個主觀意識啊嘛。咁有方都識講啊，兩個評審嘅方式都會有主觀意識存在嗰陣時，有方都話而家呢啲評審都會由大眾嘅角度出發，想要代表大眾，咁點解唔直接用大眾去講？唔係啊，有方同學，我哋而家已經同你講咗，現時嘅社會大眾咧，其實佢哋係有自己個人因素去影響嗰個結果嘛，所以並非係用專業意見去投出，就會令到咧同頒獎嘅原意相符。咁我哋想問翻有方同學啦，公眾嘅意見咧已經喺啲銷量啊、喺播放量度嘅時候咧已經反映咗，但係點解咧喺頒獎嘅呢啲咁專業嘅評審嘅獎項嘅時候咧，仲要喺呢度反映嘅時候，咁嗰啲頒獎典嗰啲專業評審嘅意見，佢可以喺咩地方反映出嚟咧？咁有方同學今日係咪你答你答翻我先？係咪淨係反對 Mira 唔反對成個大眾中意嘅呢個制度？唔係啊，我方反對所有由非音樂因素選出嚟嘅歌手。即係你覺得之前同 Mira 攞第一個獎嘅胡彥芳、陳奕迅，佢哋係冇真正嘅歌手，所以大眾投佢出嚟啊嘛？唔係啊，有方同學一直同我哋都同一個獎，我方唔明白同一個獎有咩問題，因為佢哋兩個一嚟，不過兩個都冇類比性，佢根本就唔係講同一首歌同一個人，都究竟有啲咩類比性？嗰條例其實有方就反對而家嘅公眾質素低。係咯，咁有方同學今日你都識講啦，你今日係反對緊投出嚟結果，因為有方同學今日最底層嘅角色就係佢哋唔中意，佢哋唔認可而家觀眾投出。
仔細諗過點解學生會唔係養殖，老師直接揀嗰啲名氣次猛嘅同學嚟
啲咁辛苦令到全校參與，原因咪就係我參與嘅服務隊長，我參與失，因此先會理應有我哋嘅選擇。問題翻到你嘅例子，我分別正係如此。音樂為正嘅比賽，既然佢本身係做啲在要每個人聆聽，咁理應有聽眾嘅定義佢當下嘅價值。所以其實我哋今日討論咗咁耐，爭議點無非係幾個地方。第一，有方擔心不陽光嘅質素問題，因為有方一直強調大眾冇專業評審嘅嚴重度。冇錯，我哋必須承認專業評審精準評判方式係普羅大眾冇辦法以多成全嘅。但有方同我其實今日由頭至尾都唔記得咗具體解釋，究竟係乜嘢令到觀眾而家冇咗呢種以高標準評判音樂嘅能力？係缺少相關嘅樂理知識啦，係無法分辨詞曲心意啊，定係純粹因為盲目追求歌手而能隨便佢演唱歌曲？如果係呢啲情況，其實係好可悲嘅一件事。投票結果好真，好諷刺咁樣反映出學校生態好差。以前我哋有張學譜嘅，張學友、張國榮啲巨星，但而家大眾對樂壇要求即係靚仔。講到底，有方你今日反對嘅重投到幾都唔係公眾投票機制，而係你哋認為當中觀眾音樂素養真係低。咁喺咁樣嘅情況下，有方用專業評審投票機制，其實完全改善唔到樂壇根本。因為再高級嘅音樂對觀眾嚟講都只會係對樂壇沉，時間耐咗，音樂迷就會徹底喺樂壇失去咗話語權，失去咗聽眾，樂歌曲嘅創作仲有冇意義咧？頒獎典禮係樂迷俾樂壇嘅反饋，公民嘅參與先至真正顯示出個樂壇嘅穩定程度。無論係正面定負面，因為專業評審取代咗公眾投票之後無法產生嘅效果。第二，有關而家分唔清觀眾到底扮演嘅係點樣角色？有方和所有嘅立論都建立喺一個錯誤嘅前提上，就過度貶低觀眾地位。我方堅信頒獎典禮嘅初衷係面向大眾，呢種心理其實唔難理解，因為只要越多人參與，先會有越多人信服，嗰種嘅權威性會越嚟越高。再現實啲講，頒獎禮嘅運行資金甚至依賴嘅係觀眾嘅支持之上，好似格萊美咁一個國際性，只需要曝光率先會可以從觀眾入場費之中賺取運行。再者，請專業評判亦都對資金。有方台成日話公眾投票有失公平，損害公眾利益，卻從來冇企喺觀眾同消費者嘅角度去看待問題。我方強調提供頒獎禮入邊嘅公眾參與度係有必要性，就因為我哋清楚觀眾只係頒獎禮中最多可能缺啲一環。最後問各位，公眾投票嘅核心意義究竟喺邊度咧？你認為提高獎項嘅門檻可以鼓勵多數上進，係改變樂壇風氣嘅手段？其實不然。一起留翻我頭先所舉例子，學生嘅支持對於學生會議點解咁重要咧？唔單單係學生會精神支柱，更加係鄰舍之間嘅意義。因為我真係有份投票，所以我先會繼續關注。因為學生會可以揮毫取證，一旦一敗塗地，我相信當初投過票嘅人都會感到投票黃金啦。民主高貴地方唔在於佢可以永遠幫助我哋作出正確選擇，而在於參與過嘅每一個人都要為選擇產生結果負上責任。相比嗰啲虛無嘅獎項，觀眾本身只係改變樂壇空氣嘅催化劑，因為呢一屆得獎者可以從此難再加難加手嘅名次先變得有意義。究竟係人情受獎定係獎情受人？請大家思考。多謝各位。你錯咗一段落，大家先留喺原位審查。提提評判，上階段嘅名需要額外評分。先判位門票都係今日八位在上嘅名單中，少出表現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屬於分數，再加一位20，次加一位20，餘下一位20，其餘五位同學可以留名寫。
收入少咗，增加佢薪，增加佢薪，但相方往往派一位台下代表加上上。所以專業人士是重要的，當然拗贏呢個唔係佢哋贏，因為如果最後攤獎禮嘅。
選學生會唔係選出學生嘅話，都但係按你哋條主線，你覺得選結出學生，結出學生目標一係最佳天空，即係要最佳天空。佢話我唔係印象上呢首歌好聽啲情況，其實你哋都講到嘅，你有機會就係因為我中意姜同覺得首歌好，哇！於是最佳天空入去，最佳天空入去，最佳樂曲入去，即係你哋即係如果有具體少少。就明顯啲咁講，咁而正方就係即係個為主嗰樣係嘛？其實你哋即係你係講緊某啲獎項嘅，而其實我真係暫時聽唔到，其實你哋係唔知最佳電視都票選啊，最佳天空票選聽完全場咧，你哋有冇好明顯其實討論呢樣嘢？我覺得今日收咗，
問對方問題，我覺得呢一啲嘅問題設立咧，其實幾有質素。不過回應上咧，可能就回應咗從峰峰你之前講過嘅內容比較多啦，係啦。咁咧最聽言咧，其實我覺得主要大家可能喺審題度咧，要再落多少少嘅功夫，係啦，審題上要落多少少嘅功夫，係啦。咁即係整體咧，其實我覺得比我想象中都幾好嘅，係啦，我想象中發揮得唔錯。咁啊，多謝。
多獎，咁我就好努力啲朋友都同佢搶到過，即係啲人其實大家係即係你係真係好有嘅功績嘅。邊個係攞咗三隻獎項？咁咁耐嘅就係啦，因為佢搶得好耐，好受人中意啦。咁即係聽講真係吹唔揚嗰啲嘢，咁大家喺度就拿口水交好似嗰啲好明確嘅嘢可以帶到出嚟嘅時候咧，咁我會覺得即係粵方嘅攻擊係比較無力，即係你主持 OK， 但係冇一個好有力嘅攻擊去將佢打落去甲方嗰度。咁我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可惜嘅地方嚟嘅，係啦。咁意思都係啦，同 Vicky 都係一樣啦，即係大家就喺度討論好多。咁樣嚇，你可唔可以保證到呢一個評判？一定係專業，又可以保證到啲觀眾一定係會聽佢嘅歌。咁呢個其實大家不斷就係留於問呢個問題，我嘗試去收住佢咯。即係你應該見佢問咗好多次啦，其實你見到佢都答唔到啲咩新鮮嘅嘢出嚟啦。咁你就時空佢靚啦，話佢之後咁你可能答唔到㗎啦，因為你都知道啦嘛。即係兩邊都可以叫佢處理得好少少，唔係好似成個 feed 都係問完咁其實都唔妥，咁完咗咧就比較嘥咗個位置啦。係，咁呢個係有少少嘅。Yeah.